那我今天要做提案是那个居林兵宣言的修宪案。那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念那个看了一下居林兵宣言。那其实这个宣言大概已经很多年了，然后里面有一些文具可能已经就是有一些想法已经跟我们现在实际上的状况也不是很类似，很相似，所以我们想要开启一个讨论，然后重新来讨论一下说宣言的内容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更改的。那所以这张卡在鸠中已经开了两年了，那我们第一次把它拿到那个大松来，希望能够开始讨论。那这个完全讨论完全没有任何资格上的限制，大家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来找我们。那我们计划说在今天的讨论之后，也许我们会再办一个小松，那再继续做一些讨论这样子。然后所以如果你是新参者的话，也很欢迎你参加这个讨论，因为从这个讨论里面你可以比较深入的去了解说 GDB 是用什么样的共识还有什么样的理念来开始这一个社群。好，那我大概先讲到这边。总之我们应该会在这一桌，所以如果你对鸠松团、对 GDB 宣言、对社群发展的历史有兴趣多一点了解的人，都欢迎来找我们，谢谢。好，谢谢伊莎贝。然后刚刚因为有一组 Gavin 跳过，所以他现在到了，请他过来。